我们家这个地契上面，清清楚楚写着四挪，那四分呢？啊？数清之城，我没有算错，也不会说。此人叫帅家木，是个算呆子，平时呆头呆脑。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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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俩赌一把。怎么样？来，你就赌呀。不是跟你，你。 你耍诈！一个是卖地还债，一个是卖女儿还债。你左右为难，就说明你不是不能接受卖女儿，只是出的价钱还不到合理罢了。您是我们的佛官，您得替我们做主啊！最后一案，我帮陆飞龙盘账的时候。 发现他们所说上来的天气，跟他们找人实际量的也对不上。你要是想查清这个，那就得去价格库了。价格库，家木，家木，爹，来来来。来